好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啊，这个事事顺心，诸事顺心，诸事大吉，啊，大家这个好运一整年啊，健康啊，快乐，幸福平安啊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一个来自法国1960年啊米其林公司啊所出品的一个米其林先生啊，这个是我在法国啊买到的一个正老年厂啊，不是复制品啊，正老年厂的其实跟复制品啊很好分辨，一看就知道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公仔，保存的也非常完整。我现在是开灯的啊，开着灯，啊，开着灯，关起来是这样，比较白一点啊，开灯。你可以当挂在墙上，它后面有那个支架，铁支架。可以锁在墙壁上，你可以当这个路灯，或者是装在门口，啊，很可爱，啊，很可爱，装在门口啊，感觉像迎接主人回来的感觉。我喜欢这种，喜欢车子的这个车迷，特别喜爱这个，我自己也收集了一些啊。大大小小，啊，纠结一些，米其林，啊，很可爱，这个移动它，啊，小狗的头跟人跟米其林都会跟着动，啊，很可爱。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个。这个 style 啊，不同的姿势，很多种，形形色色，很多种啊。我们将来再陆续的会介绍。这个算是比较大，这是40几公分的啊。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正确尺寸啊，再写在这个描述上面啊。评价都很好啊，保存都很好，就像你现在看到一样啊，没有严重的破裂啦、凹陷啦啊。好，我们顺便量一下它尺寸好了啊。对吧？46啊，46公分，高度是46啊，高度46，宽度26啊，宽度是26啊，好，开一下灯，开一下灯，好 ，OK， 啊，好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啊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